犯嫌摔车、汽车逃逸，同仁啊，遂上前压制逮捕该犯嫌啊。经查，该犯嫌为一名啊通缉犯哈、哦，酒测值高达 0.36 哦，并于身上已获蛇大定两颗哦。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、毒品违反防治条例、窃盗通缉罪嫌，已起侦办。